在中国广西东南部的玉林地区，流传着一种民间戏剧辽剧。尽管它没有京剧的荣耀，也没有粤剧的盛行，但它依然凭借着一些演出角色的神秘身份以及唱故事的魅力，活跃在玉林，特别是玉林兴业县的乡镇。在玉林的土话中，所有体积较小的鸟类均被称为鹩，而鹩剧则意指该剧种的唱腔听起来像鸟雀的叫声一样，虽然单调，但是悦耳。鹩剧以用当地方言唱故事为主，唱词作为即兴而发，通俗易懂，内容为抒发春起秋报之意。至今，鹩剧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。上世纪30年代是鹩剧的鼎盛时期。这一时期，几乎每个村落都有各自的鹩剧队。在一些嫁娶喜事、庙宇社头举行功德之事时，都会出现鹩剧队的身影，为乡村增添了不少乐趣。如今，不少老人都是看着鹩剧长大，看着鹩剧变老的。兴业县城隍镇采莲鹩剧队是玉林众多民间鹩剧团队中的一个。2013年10月4日下午，他们一行十几人受邀来到兴业县铁莲乡白沙街，晚上他们即将上演自编的文武状元。鹩剧的主要伴奏乐为玉林八音，包括唢呐、锣鼓等。玉林八音又称桂南八音，是玉林民间唯一的吹打乐。它源自秦汉时期宫廷和军中的吹鼓乐，至明末清初传至玉林，是由中原古乐及桂东南民间音乐融合而成，广泛流传于桂东南乡镇的各种庆典、红白喜事以及地方戏曲等方面的伴奏。鹩剧的演出角色与粤剧一样，分为生、旦、净、丑四大角色。尽管是在农村演出，但演员们依然会为自己认真化妆。在正式演出前，演员先举行庄重的祭神仪式。跟这个鹩剧队一样，当地不少鹩剧队的演员都有着仙姑神汉的神秘身份。在没有演出时，他们的工作除了务农，便是替人祈福驱邪。职业的特殊性也造就了他们高于常人的逻辑思维和口才。这对鹩剧演出最大的帮助就是不用背台词，只需按照故事大纲便可以顺利演完全剧。
啲 B 即故事台姜佢就可以、啊、就可以有一隻唱佢。佢又唔有料堆，佢又唔有，佢唔有，佢唔有料堆喎。料堆就你覺得大支咁啊？冇有冇有，啱多就聽個。一般农村地区的仙姑神汉所宣扬的是惩恶扬善观念，于是不少聊剧所反映的故事主题也集中在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而故事所讲述的也都是古代之事，这多少也迎合了农村地区尤其是老年群体的价值观和爱好。最排行的时候是观众是哪样呢？最排行的是每年正月初二就去，农历正月初二就去，去最多的时间去演出的话呢，正月初二就去到六农历六月廿几办过狮子会。哦，日日日春过日春，过春请见好睇的但是又好唔请嘅，又好呀。成龙观众有咩都人就。一條歌都要請幾忙個，嗰只老幫請兩忙咧，請一忙咧都彈啲老幫嘅，我嗌你請一忙，我請兩忙個樣咯，嗱，嗰條歌請兩忙咧，都條歌嘅，你請兩忙，我請先忙個樣咯，就細浪歌就請一樣，廿都有喎。花開花落終有時，如今玉林聊劇隊伍數量銳減，不少聊劇隊成員都已年邁體衰，加之低微的出場費，以及農村年輕人外出務工潮的影響。聊剧团面临后继无人的窘境。你唔敢见你嗰啲料嘅发展得落嘢啊？发展得落嘢，就你发展嘅话咧，即系请人有冇练？啊，你啲人你都又玩高嗰阵人，大概接你哋个帮，同你咪比较玩啲。我想玩咧接帮人冇人咯，我比较主意咩啫？冇玩咧，请人嚟练咯。话点样咧？有冇练嘅话咧，去广东到处作工咧，然后等个。但如果你煮魚咩個，嗰個咧就交兩坐啦，佢就冇啦，佢而家嘅。啊，嘢請料就當就當啊，佢都玩，就跟僵尸玩過嘛。誒，而家請料就煮腳，煮嘢嗰啲啊，佢都可能我見佢哋年齡又比較大啦，佢都有僵尸玩過接幫人。玩冇人來。人來。嗯。話點啊？呢啲中直觀啊，都自己個生活萬大。你請呢個或者做咩嘅話咧，冇維持得過定生活個樣樣嘅。嗱，每房東作工咧，最少年年得幾錢錢？嗱，你再加要做咩嘅得幾錢咧？得兩坐客，人哋得幾蚊子維持咁樣生活啊，都過定萬冇好處。養女啊，再高見年十幾年啊，又一少少沙咯，你覺得佢哋撩啊？嗰十幾年個，你要了解對嗰啲二咩佬？都唔敢都唔有啦個，你老老聽個音唔在啦，咁唔開啦個，呀！有陣時啲點樣落嗰啲，如果話超過六十歲、八十歲咧，呀！你咪請人來。為了傳承發展聊劇，玉林市文化局已經將聊劇列入玉林市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。近年，興業縣官方還對這些民間聊劇隊寄予保護和支持。文化部门在演技、化妆方面给予这些聊剧团队帮助，以提高农村聊剧的整体水平。但若仍是吸引不了年轻一代的参与，聊剧不久终将曲终人散。